姜卡请食饭予因，一手解第一只，一早天花乌个时候，玛利亚马德勒纳来到盆宝个，随即就偷伊挪开，就走去去西马彼得罗看耶稣所爱个另外一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有人当盆宝当将主搬走了。”我们唔知伊放到底个，他们就走去盆宝去退。门徒当盆宝转来个时候，玛利亚话到盆宝外到哭，伊哭个时候就呼声直来快退，退到路街。请白沙个天神坐到安放耶稣主身体个地方，一位到头部，一位到脚部。那位天神对他说：“人今日靠地界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有人将主搬走了，我唔知他们把伊放到底个。”他聚会个时候就。转身，看着耶稣徛到迄个，却唔知就是耶稣。耶稣向他说：“人今日靠地界，日却地将。”他就以为是该横丁对他说：“先生，那是日搬走了，请甲我打日帮伊带一个，我去徛转来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玛利亚。”就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拉布尼，意思就是师傅。”耶稣向他说：“你卖拖我卖房，因为我会卖先告我父个。你去我个弟兄个，甲伊人打，我先告我父，把你们的父和告去，先告我的天主，把你们的天主和告。”玛利亚马德勒拿就走去告诉门徒说：“我见了主，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答的话。”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日咱庆祝一个玛利亚马德勒拿个庆祝。按照四部福音，玛利亚马德勒纳是耶稣主的圣徒，伊话见证了耶稣主必定带着伊个被埋葬。到福音来拜伊个名，为持着十字拜，超过五个钟头。咱在玛利亚。马德勒纳这个马德勒纳这个字是基于所徛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亚海的西边。福音来拜，话提到其他的玛利亚，比如呾这个彼得尼的玛利亚，了话大家说。识个一个福音的故事，就当一个水壶靠着耶稣主脚下，用一个墨水来洗耶稣主个脚。有时读经个人啊，将这三个人参掉啊，其实伊人是三个人，拢总叫做玛利亚。了玛利亚，马德勒纳。唔单单推着耶稣主埋葬，伊也是头一位推着耶稣主复活的。今日个福音就是记着这个故事。天一早个时候，马德勒纳就走去一个盆墓个，希望他爱将耶稣主个身体好好个，放一撮草药埋葬。但是到个个时候咧，这个石头已经被人推开了。
了来杯推着某个天才，每当一切地点。玛利亚走去甲彼得路甲约翰打，伊人来讨伊许真惊奇。伊人离开个时候，马德勒那花花祷告，要迄阵时要做主主强强予伊。但是因为马德勒那伊这个靠个面面交界面拢是白水，所以要做主出强个时候，阿都真袂出伊。况且呾伊是一个横丁。直到耶稣主叫伊个名字个时候，玛利亚个时候，伊才真出来。了到耶稣主就派遣伊转去，同在伊个门徒，耶稣主请伊人叫伊兄弟，报告伊，推着耶稣主向向予伊。真侪时候，咱生活当咱遭遇着淡薄苦啊，或是咱悲伤个时候啊。因为咱为着咱家己家事啊，都烦恼。有时就算耶稣主到咱个身边，咱也真袂注意，因为咱交个思想，咱个心就是都烦恼，咱去做事。今日个福音就是提醒人，咱遭遇做些悲伤个事个时候啊，咱爱开咱个心啊，爱了解天主。当咱身边感觉到耶稣主，伊甲咱做母，伊会赐给咱所需要的力量，来面对咱生活中的苦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您。